听说一字马可以召唤金针。哎，喂喂，浪姐，你们喜欢谁呀、啊？我是姐够漂亮。哦。来，大月帮我一下。大月，你忙啥呢？你不是是那个唯唯品会吗？哎，这个 Five Plus 皮裙我也买过，羊皮质地很软，而且它家退换方便，买错码数也不怕。对，顺丰直接不带新码数换一单。我那件好不好看？你今天小哥哥同款，三八链接给你。哎，你不用发链接，现在上唯品会搜唯啊，就能找到同款，就是超值。你很牛，对。我真的上大道，走小道，怕什么？天道轮回，什么破散魂飞？若没有你，那才叫可悲。怕什么？人生无愧。再扯过来一下，我跟你说这一段。写作业莫说话，莫说话，抠鼻子噻！你看嘛，做个作业抠，咱死都比死了。我太难了。我不管你是什么社会大哥，上野命六，只要你敢动我，我就报警。真的有钱吗？呀，我问你个问题，你要答对了我给你一百，你要答错了你给我一百。不能说黑色，彩虹的那种颜色，赤橙黄绿青蓝紫，怎么死呢？我不能说黑色，你再说啊！忙死啊！干啥呀？他让我走开，我才不走开。他的心思我又怎么可能不明白？弱弱的小乖乖。Hello。姨妈警长，谢谢你帮我找到了被盗的全家的。是吗？嗯，能不能留一个你的电话？当然，我的电话很好记，号码是110。是吗？当然，我的电话很好记。哎呀，一天不等我爸，我就浑身难受啊。先录好一段自拍视频，贴在倒车影像摄像头上，再把提前准备好的寻人启事贴到电梯旁边。哎呀，闺女，你怎么跑车后面去了呢？你瞎说啥呢吧？我这不在这儿呢吗？啊，是吗？我眼花了？哎呀妈，还真是。爸，我手机落家里了，你帮我拿一下去吧。就咱落四的，愁死愁死人。破电梯天天修，真是的。你别笑！哎，你不在楼下车里呢吗？爸，你这几天上哪儿去了呀？我找你都找不着。嗯，我刚才咱俩不在车里吗？你让我上楼帮你拿手机呀、啊？不对呀、啊，闺女明明在楼下车里呢。喂，爸，你咋还不下来呀？我在车里等你半天了。啊，你不在客厅呢吗？谁在客厅了？我在车里呢。爸，来看会儿电视啊。爸，你下没下来呀？你干啥呢？哎呦我的妈！你是车，送我去见客户。哎呀，说了，我这不来了吗？看春晚去了那么久。这不，请小张吃了一个小龙虾，哎，顺便亲了个嘴。啥？来，再我说一下。哎呀，开玩笑的，玩笑都开不起，你这个人真的是。我就我那点工资，我哪有钱请他吃小龙虾？
会包租婆少少咁样。飞车。哦，你好，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？Do you have English menu? I just came back from England. I don't use to Chinese. 你好，请问你能说中文吗 ？Oh my god！ 你们餐厅的 waiter 居然不会说 English， 你们这家 restaurant 的 level 也太低了吧？经理 ，manager，manager， 喂靓女，边个规定食西餐一定要讲英文噶 ？Who are you？ 哼，照你咁讲，食西餐系我系要讲广东话。边只牛肉丸系咪要讲潮汕话？咁食糖水使唔使讲广州话嘅？这里可是西餐厅，不是街边那些大排档。哦，咁呢度系意大利餐厅，你点解唔用意大利文点餐啊？哈哈 ，rubbish。啊，靓仔，唔该你请呢位女士出去啊。凭什么？就凭呢间餐厅系我嘅。哎，我养你啊！当我傻是吧？我见过你，滚吧，你穷子，没品味。我让你看不起我。小妹妹送我的狼牙。前两天看到这样一段话。是你喜欢我，又不是我喜欢你。既然心动了，受到的天大的委屈都要自己扛着。想来也是，感情里从来就没有对错，错的只有时间。关键的球，老师教练集合。宝贝，等下他来，你别说话啊，我来试探他。第一次相亲，我不知道给你们带什么，我给你们带鸡鹅啊！一点小心意，拿着，拿着。你有车吗？你这不是废话吗？我那个车，你没看见我开过来吗？那个就是我的车哦，我宝贝哟。那你有房吗？房的话，目前没有啊，但是。几十年后我肯定会有啊，我这么努力过男人。那你现在是做什么工作？一个月收入是多少？做老板啊，这些都说不定的，做生意人嘛都会有风险哦。上个月刚亏了两个轮胎哦，这个月我保证能赚翻他。老妹，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？姐，还是算了吧，我觉得隔壁老王的儿子比他更好。我们走吧。嘿，要不是我家里面来催我相亲，我会跟你们相亲了。我都确定好了，下个月去签那个五保啊，领五保啊，一个月1000万哦，有钱加油啦！哦，我去拉我的客人哦，跟你们相亲跳。老公，这个给你吃。啊、你干嘛？你看你都啃成什么样子了，还给我爸吃？那不还有肉吗？还有肉是吧？全部都给你吃。我才不吃呢。不吃是吧？全都给我爸吃。你什么？你不服气就憋着。哎呦我的妈！为了保证您乘坐本次航班的舒适性，请那位携带大葱蘸大酱的先生麻烦您先吃完，然后去厕所刷个牙。对的，没错，就是您，不要再看别人了。谢谢配合。